得动。会啦。会啊。谢谢大家关心啊，那今天主要是来看高议员，还有跟我们其他议员一起来谈论未来我们选举啊，怎么样来更团结、更合作啊，怎么样来一起打赢这一场市长跟议员的选战啊。我们希望未来当然我要更努力，那我们的议员选举啊也能够全垒打啊。今天最主要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今天两个人见面有没有点尴尬？不会啦，不会啦。对啊，之前说要加执掌，有没有点尴尬的感觉？会啦，就不会尴尬。不会，不会，谢谢两位女朋友，大家上去聊天好不好？完全没有误会，都已经解开了。对啊，对啊，现在是一片温馨，一片祥和。希望说未来大家一起努力。现在还会希望委员来辞职吗？不会。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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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这个是在说的，对啊，我们的这中间的过程，其实在中间也有都互相联系哈，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啊。那这一场仗，我们一定是非常的团结。那我来争取所有议员的支持，也包括高嘉瑜议员啊。那我们大家未来携手向前，共同来创造团结，创造这场选举的胜利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一场选战。我们一定团结一致，啊，我们刚刚把一些意见交换之后，啊，那我想要邀请我们议会的所有的议员，担任我们竞选总部的副总干事，啊，那未来每一区我们会联合来选举，啊，那这是经过中央党部、地方党部，还有刚刚啊我亲自邀请，我们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共同团结，取得这一场选战的胜利，啊，那也非常谢谢，嘉瑜议员，啊，清风总召，还有志伟干事长，啊，然后，其实昭雄哈，阮昭雄还是我的发言人啊，那敏生啊，还有，维州哈，那谢谢市党部。刚刚其实大概谈就是，过去的都过去了，然后。当然就是说我们也都知道这一场选战对民进党而言其实都是非常艰困的一个战役，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姚文智委员就是在这场选战里面能够就是在政策的论述还有在基层上能够多有一些正向的力量，然后让支持者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好，谢谢今天这个交换意见互相打气哈，非常愉快，谢谢大家关心，谢谢，谢谢。来，那互相打气一下，帮高嘉瑜还有杨文智哦，大家一起加油一下，好不好？来，杨文智，杨文智加油，杨文智加油，杨文智加油，文智文智文智加油加油加油，来，嘉瑜加油，高嘉瑜加油，嘉瑜嘉瑜嘉瑜。加油加油加油！好，继续努力，继续努力。我们要继续努力才可以当选啊，哈！好，继续努力，继续努力。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议员可以问吗？谢谢，谢谢。议员可以问一下。议员可以问一下。可以问吗？谢谢。刚刚在里面有议员，还有希望你可以辞职立委参选吗？是不是有哭？为什么眼眶红红的？他也是觉得很委屈。议员是真心还是有压力啊？